以西餐浪漫格局为装潢的新派精致粤菜月下卓，居高临下28楼顶层，占地2000平方尺，客人可以一边品酒一边品尝到多款创意中式料理，传统之中加入新颖的烹调手法，大部分都好考功夫的，需要一日前预订。冬瓜盅就吃得多了，不如试下西瓜盅啊。师傅用了上等花胶、裸头、金华火腿等鲜味食材炖煮3-4个小时，再加入切碎西瓜炖煮入味之后，就将所有材料倒回西瓜壳入面，汤头又鲜又甜。一边是传统炸子鸡，另一边就是以旧派粤菜江南白花鸡为灵感。首先将全只走地鸡拆骨风干一日，令鸡皮收干水分，然后将半只鸡起肉，再将自家制的虾胶酿入鸡皮，再文火炸至香脆，咁就变成一鸡两味啦。呢味火焰干一五鲜，有带子、鲍鱼、象拔蚌、鲜鱿同埋石斑五款顶级海鲜坐镇。师傅先灼熟海鲜，再用秘制酱汁略炒，上桌嘅时候将干邑点着20秒，再淋上海鲜上面烧10-15秒，有酒香之余就会令海鲜更鲜甜。秘制酱汁有醋、鱼露、樱花虾、瑶柱、豉油同埋糖，难怪可以做出咁丰富嘅层次。一清一浓嘅美颜配搭，加入咗鸡汤打成嘅南瓜蓉虾面，仲有一层蒸蛋白，顶层有手擦蟹肉同埋胶原蛋白丰富嘅花胶，加上点点金箔装饰，感觉高贵。香浓嘅南瓜羹充满南瓜香甜味，加上蛋白非常之满足。呢一道包汁鲍鱼饭本身系常味菜单中最后一道菜，而家都可以单点啦。用珍珠米烹调比较烟韧，仲可以吸收松茸汁同埋鲍鱼汁，可以话系意大利 risotto 嘅中式变奏版。中意素食嘅朋友都有好选择，因为师傅同样拿手炮制素菜。呢一道秘制素叉烧以面筋制作，以文火煎香，再点上秘制蜜汁，带有炙烧香气。由即日起至10月31日，凡于万事惠顾，就可以以开业优惠价288元，享用4小时无限添饮香槟。